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橙妹啊，嚟紧8月6号咧系我哋生活王国成立一周年嘅日子啦。8月20、21号我哋将会举行我哋嘅开放日啦，地址就喺呢一度。咁大家记得到时上嚟探下我哋啦。除咗探我哋之外，当日我哋会有好多优惠俾翻大家，回馈翻大家呢一年嚟对生活王国嘅支持。咁我哋到时不见不散。除咗阿猫山王同黑刺榴莲月饼之外咧，仲有超具香港特色嘅双黄莲蓉月饼，同埋同一个牌子嘅流心奶黄月饼。即日开始接受预订，280元一斤嘅完美花旗参已经好抵 ？No 啦，可以再抵啲。我哋原粒嘅花旗参一斤都系480元，系咪抵到烂呢 ？No 可以再抵啲。今次我哋有成条树枝粗过手指嘅花旗参啊，一斤都系280元，280元咋，大家快啲嚟买啦！大飞往天啊！录埋呢条未必有画都画唔出啊！咁都好嘅，留翻少少今晚讲佩洛西，因为我想见证一个历史时刻，就系我哋中国发威，打佢落嚟，三个钟头就到噶啦，由6点钟开始上飞机，7点钟起飞，跟住今晚10点4就到呢个松山機場，我哋萬眾矚目，究竟會唔會有藉口？就係應間冇有，一陣間機器故障定點樣？我好想睇到究竟到最後尾發生緊咩事，讓我國威武統台灣，呢啲係萬千中國人嘅心願。我好想知道究竟會點樣。嚟到呢一度，啱啱睇到一篇文章，就係中國嘅暴徒。原來由2018年到而家，今年嘅7月15号，咪对唔住讲错，係7月25号，我哋中国嘅中宣部公安局企晒出嚟，佢哋话俾大家听佢哋嘅政绩建筹。原来4年里面佢打低咗16600个黑社会组织。哇，咁大个社会，我哋14亿人得16600个黑社会组织啦，呢个系打咗落嚟嘅啫，即系话实际唔止。以中国而家有2862个县，每一个县就有平均嚟计就有10个乡，咁样嘅话，咁样摊分落去，即系每一个县平均都有5.86个嘅黑社会，如果连埋未能够打落嚟嘅，即系话最少都有10个，平均每一条村都有1个黑社会组织。你话系咪好犀利？喂，唔系啊，我生活喺大陆，我都见唔到噶，冇嘅，冇嘅。我哋真系见到所谓嘅黑社会系唐山啫嘛。但系你唔好忘记，每一个黑社会组织佢后面必定有保护伞，如果唔系，以而家嘅摄像头，以而家嘅公安系统，你冇办法生存到。但系你又觉唔，好多人喂我住呢度，我唔觉得有啊。我哋岁月正好，咁当然而家中国嘅体制系咁样嘅，佢哋要管人民，但有啲嘢唔想佢哋出头，譬如好似群众事件，咁佢哋就会有啲白衣人，好似喺河南，你就见到啦。喂，河南银行爆煲，跟住啲人走去上去游行示威嘅时候，你就见到一啲白衣人冲出嚟暴打。呢啲系咩人啊？呢啲咪就系黑社会咯？咁边一个雇佣佢啊？咁不讲自明啦。譬如好多城管，佢穿住件衫咪城管咯，除咗件城衫咁系乜嘢？咁佢哋当然就系黑社会咯。即系话你每一个中国嘅部门，你哋都会有一班人同你收钱嘅，而呢班收钱嘅人就系黑社会。咁点解会打咗咁多落嚟啊？系可以牺牲，即系当风声紧嘅时候，要交人嘅时候，咁呢啲过去保护伞保护嘅人，
佢哋就會乜嘢出嚟。而更重要嘅所謂嘅黑社會組織，係最緊要就係佢睇你唔順眼。佢話你係你就係、是，即係等於孫大五。孫大五，佢只不過唔同意佢嘅土地、佢嘅農場被侵犯，同一啲國有企業喺度爭利，結果佢就成為咗黑社會，就要被清算，甚至被判18年。呢、这、一個咁你就話啦，喂，咁就真係大把啦！只要你抗法，只要你唔聽中共講，你就係黑社會。用咁嘅邏輯，你就明啦。而真正嘅最大嘅點解佢哋可以縱容佢？而中國係咁多人，咁佢哋俾咗幾多錢交上去？而有幾多嘅人保護呢班人？事實上，過去呢四年一共有260多萬嘅各級官員涉貪、涉黑、涉黃被捕。你冇聽錯，286萬幾。所以16600個是什么数啫？是不是一些这样的小乡镇、小县城分分钟得过2000-3000人。但是个问题都有黑社会喎、哦。那你说了为什么哪一个纵容这些黑社会？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越打越贪，这么多人拉，究竟是太多的贪官，定是个社会本身已经是烂到不堪？而最大问题的就是打贪这班人，就是下一个被打的人。我以前很喜欢看五道口，就是在抖音啊、小红书上高呢，有一个五道口，就是讲就是大陆的黑社会，尤其东北那些，那呢怎样讲义气啊，一套剧本啊，各自做啊。那结果有个僆仔，我很喜欢看他，咁咧就早大半年前啦，咁咧就出海觸電死咗，咁咧而家就冇再更新短片啦。其實呢個社會係人都知道，你可以係保安，你可以係乜嘢廠嘅保安，跟住涉黃，跟住你可以嘅係銀行，你可以係依托，各樣嘢都係。只不過在你的身邊不停地笑面迎人，想在你的身邊割你的韭菜，拿你的錢。但是當你一發現的時候，你一上訴，跟住他們就馬上變面，就用公權力去打壓你。打壓完你之後，跟住點啊？跟住當冚唔你的時候，跟住就會有一班他們認為的黑社會做替罪羊。這個就是現在中國的生態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試下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秘作大飛翻天啦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